谢清帅终于官宣女友王振振了。7月24日，谢清帅发视频表示和女友结束异地恋，要出发接女友王振振。视频中，谢清帅还给女友准备了一束花和很多礼物，满脸的宠溺。不过，王振振并没有在视频中出镜，让不少粉丝觉得有点遗憾，可能是看到粉丝们的评论了。7月24日下午，谢清帅又发了一条是正式官宣女友王振振，王振振也终于露脸了。视频中的王振振打扮得非常漂亮，长相甜美可爱，伴随着水花的落下，360度旋转后，甜蜜的依偎在谢清帅怀里，还开心的比了一个 V， 两人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。谢清帅还在配文中深情表白王振振，王振振也在视频留言回应：“被爱真好，有你真好，狂撒狗粮，高调秀恩爱。”谢清帅寻亲成功被曝有女友后，粉丝都非常关心两人的感情动态。虽然谢清帅多次在直播中提及女友，但是并没有透露女友的信息。这次解清帅官宣结束异地恋，也说明在他后期的视频中，女友王振振肯定会经常出镜，谢清帅的视频内容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小情侣之间的日常生活。谢清帅的家人也纷纷为谢清帅送上祝福，粉丝们也在评论区留言称王振振真的很漂亮，祝你们幸福长长久久。